呢個係我嘅A minor， 咁其實任何一個 chord 都可以係音樂，只要你有節奏有 form，係咪要講英文㗎？唔使啊，好鬼識啊，隨意得啊。OK，所以咧，只要你知道咧，音樂有個 form， 所以咧個主題係咩咧？我好多學生問我。 點樣練？拎住支吉他練啦，梗係。所以練習嘅時候，只要你有節奏感、有 bass，你就練啱咗。所謂 form 咧，就係話個個都會練 scale，C major scale。 佢一個 scale 嚟㗎咋，佢冇意思㗎，佢唔係音樂。 但係，C major scale 就變咗音樂。我得一個問題。 我唔知呢度有幾多吉他手，請問我頭先彈咗幾多個巴？我唔知㗎。4個巴或者8個巴啦。梗係唔止啦，差唔多嘅。但係佢答啱咗一樣嘢，我係對稱嘅，4、8、16咧係 form 嚟嘅，所以當練習嘅時候，只要你哋喺個 form 裏邊嘅咧。 就練乜嘢我都會咁練，所以呢個世界冇難嘅 scale。最難嘅 scale 咧，對我嚟講係一個叫 diminish 嘅 scale。但係咧，只要你有節奏，即係話你練習嘅時候咧，你心目中有一個你最愛好嘅 groove， 譬如 boom ch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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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嘅 diminish 係音樂嚟嘅，因為呢個 form 裏邊你有節奏，所以無論你彈乜嘢，你唔識嘅 chord 一個新嘅 chord， 譬如你話我 A minor 6 喎，冇意思嘅。但係咧，當你 對稱嘅情況之下咧，我有2個八4個八，咁你話喂冇咁精彩喎，咁你可以鹹濕啲。A minor 6 對我嚟講鹹濕啲啫，對稱嘅。 可能係8個包咯，咁但係第二樣嘢，我會問自己：如果呢個係我節奏 A minor 6， 我用咩 scale？ 唔係所有 scale 都啱嘅，所以你要知道你後面 support 緊你嗰個chord係一個咩 chord，然後你 apply 用咩 scale， 加埋一齊，你只可以聽到，然後係數學上高嘅嘢，就係你要計 A minor 6。 所你所用嘅音，譬如你可能經過每一粒音同個 chord 所發生嘅 chemical reaction 係斷定你彈嘢俾人嗰個感覺。所以頭先阿 Nolo 話 C major scale， 我真係跪喺樹，因為 C major scale 咧。 我除咗識彈咧，我朋友有一隻歌咧叫 Jingle Bell 之外咧，我冇嘢識彈，或者呢只咯。聖誕歌嚟嘅我諗，我唔知我聽到啲嘢我就彈，甚至如果你中意聽鄧麗君嘅，我都會彈。
唔係你哋諗咁複雜，不過亦都未必係我哋今日會講嘅嘢。我主要係因為我太多學生問我點練，所以我想第一個大前提就係話有 chord 有節奏有 scale。點解我話 C major 難練咧？因為有冇人可以講到俾我聽 C major key C 大調有幾多個 chord？七個咁多，真係，即係 C 一個 chord，D 一個 chord 啦 ，E 啦 ，F、G 啦。其實咧，只要你識呢啲好 foundation 嘅 harmony，C 大調一 chord， 只要你有個節奏。方冇節奏，唔係嗰樣嘢嚟，所以任何一樣嘢咧，乜嘢 chord 都 dominant seven、G seven， 我唔知咧，我中意叫做 G seven， 其實叫 G seven、G seven， 你只需要簡單做。更加唔好用啲兩條柄嘅吉他，因為你都唔知彈邊條。好啦，有冇特別嘅問題咧？點解有外籍人士嘅咧？阿後生你都係外籍人士嚟，我係喺本一本一本啊，差唔多。冇問題。有。你唔好問得唔得？咁如果你話個 A minor six， 我係睇一個 chord 去揾一個 scale 去做 solo 啊，定係睇個 chord 嘅 progression？ 我唔會睇 progression 住嘅，因為咧 A minor six 咧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 chord， 因為咧 six 咧唔係一個正常。我睇嘅咧係 minus seven，minus six 係一個好另類嘅 chord 嚟㗎啦，已經。所以咧個 foundation 咧就係 major seven、minor seven 同 dominant seven， 全部都可以有 six 嘅。咁其實咧，如果有黑板可以寫到咧，我就會好清晰話到俾你聽，即係其實嗰啲 six 係點嚟嘅，但係唔準寫嘢。所以嗱，所有 chord 咧。都係一、三。現代音樂咧係 four part harmony， root、third、fifth、seventh、sixth 咧。所以你聽下，你個 chord 變咗一個咁嘅 voice。
都係啲 extension 嚟嘅啫。每一個 chord 咧都有 6th 咧，有 9th 咧，有 11th 嘅。咁所以嗰啲其實都係一個 7th chord 嚟對我嚟講。所有 chord 咧 basic 係 root、3rd、5th 同 7th。所以我見到個 minor 6。我只不過心裏面有個，我知道一樣嘢就係嗰粒 six 係佢個 voice 裏面其中一粒音，譬如 A minor six 係有 F sharp 嘅。咁我要考慮到呢粒 F sharp 究竟喺一個咩 key 裏面，好似 C key 冇嘅噃。咁呢個 A minor 一定唔會喺 C key 裏面。其實嗰啲 information 係幫助我去揾啦，我應該用一個咩 scale。咁 A minor six 用咩 scale 咧？太多啦，好多 scale 都會經過咗啲錄音喺 A minor 裏邊。咁所以，即係喺我讀嘅時候咧，任何一個 chord 咧，我已經知道佢一定有 six、ninth 同埋 eleventh。所以，譬如我要面對一個 G seven、G nine。你聽到全部都是 G7 嚟，但係只不過就係話，哦，原來佢嘅十一，佢嘅十三，佢嘅 nine， 咁高咧，係個 chord 本身隱藏咗嘅嘢 ，hit 唔咗佢。咁有咩用咧？只不過係個 chord 一個 voice 嚟。嗱，呢個係 C chord， 大家都識嘅。Three, four， 我彈曬成個 C major scale。嚟自一個有關係嘅 scale， 係有關係嘅，即係你哋好直接睇 C major seven。好啦，呢個問題我問你哋噶啦，請問 C major seven 係咩 key？ 其中一個咯，仲有一個。所以你睇下，一個 chord 咧，原來咧個可能咧存在喺一兩個唔同嘅 key 裏邊。咁所以 C major seven 係 G key， 啱啊 ，G A B C 第四個 chord。所以如果你見到 G major seven， 如果你用得叻嘅話，我 suggest 你可以用 G major scale。只不過在一個 form 裏面有些字奏之後呢，你會覺得好聽啲。咁亦都係我當時我教學生嘅時候呢，我希望佢哋盡量培養一樣嘢，就千祈唔好你嘅字得亂 Q 咁彈，嘥時間，真係嘥時間。呢個字得啦，彈啲有用啲嘅嘢，例如。Single bell， 但係 blues 嚟。你試諗下，如果你每練一隻歌，你都有自己嘅風格，譬如
feeling 會好啲彈嘢，因為我冇特別嘅風格嘅，我彈嘢我係咁培養出嚟嘅，我練任何一樣嘢我都中意捽佢好耐。咩叫捽佢好耐？你聽，我好中意聽到個粒音去得深啲靚啲。你試諗下，如果你練嘢，你嘅technique已經好叻。 你冇日練嘢，著咗白紙機，你都係咁啊！我點解響得咁聲啊？喂，你好，今日好多啊！可以彈兩個鐘嘅，唔係音樂嚟嘅呢啲 ，snap music 係咯。所以任何一樣嘢，你試聽下，呢個係咩 scale 啊？我問你。 呢個咩聲？Scale嚟㗎，我聽到B嘅。A嚟㗎，我彈慢少少俾你聽。唔係A，我話你又信，我再彈慢少少你聽。<笑> 你會聽到個scale，你聽個旋律感。我唔知我會點 create， 所以嗰堂特別貴嘅，男學生通常揾我咧係學點樣溝女啦，學費好貴，我亦都唔希望你哋問呢啲問題。你結咗婚未？結咗。嗱嗱嗱，你睇下佢俾個學費係值幾多錢？阿聰仔，你結咗婚未？你加間平嗰個學費一定。我答少貴啊嘛，搞貴嗰啲嘢。我明白，我明白，我會同你申請關愛基金。 或者揾人上嚟彈隻歌，唔好太難啊 ，Giant Step Down 呢個得唔得？佢有吉他啫嘛。啊，得啦，得你嘅啫喎，鐘仔。喂，其實呢啲佢嚟香港教我，佢每個禮拜會辛苦走嚟香港教我一次。由一隻歌咧，我可以開始講到彈 solo 啦，究竟有咩步驟或者？ 好多人係會忽略咗嘅嘢咯，我唔知可能你哋識嘅啦已經。咁嘢都去邊啫？阿金爺，唔好食飯啦，唔好嘥時間。嗱，嗰個吉他手，有錢人同窮人嘅分別。我知道係二手。我知道係二手。 你都識講啊，吉筍啊嘛！我知唔見咗螺絲唔值錢，咁至貴啲啊！要揾翻。成日彈螺絲貴啲啫。其實唔好意思，因為我中咗風咧，所以我冇話知企得耐，所以我一定焗住。唔好意思。 聲都靚啲嘅，未彈都靚啲，因為佢支貴吉他。我要2萬幾咁樣起碼。係啊，真係2000蚊呀！呢部萬幾啊？佢呃你錢㗎，呢部係一個平嘢嚟㗎，真係㗎。你買嚟？呢部平㗎，聽下專登做出嚟。
好啦。喂，影相影唔到啊，大佬。你坐過去啦，勁啲啊！頂住個鬼佬命轉車，所以我換咗凳。係咯。係啊。撞咧就幾百蚊啫嘛，大佬。我介紹個師傅俾你，保有嗰啲幾千蚊。或者撞一次幾千蚊，唔係幾百蚊。好啦，我哋彈只歌，即係等佢哋聽有咩意見或者咩。你想彈一隻咩？淺嘅我唔彈，深嘅我更加唔曉彈。我就飛出啊！好啊！你記得你歌啊？記得嘅。OK， 你記得個咩嚟㗎？應該記得。咁你彈曬佢喎。有冇錢啲㗎？好啊，幾快 ？One, two, one, two。好啊 ，One, two, one, two。Thank you.
你拎起咗吉他咪彈 solo 咯，好啦，咁其實彈 solo 啦，由於喺爵士音樂啦，我哋好多時都係睇 chord 先嘅，即係我啦，我係睇咗一個 chord 去下一個 chord， 首先我唔會理佢有冇關係，我係睇咗啲 chord 通先，然後將佢哋溝埋一齊，譬如兩粒音喺呢度。呢、这個 six 嘅 part 六度，我下一句多數都會，再下一句係所我做每一樣嘢咧，都希望係有關係嘅。所以咧，練 scale 都係咯。譬如我練緊一個 D minor 咁上下嘅嘢，譬如得三粒 A、F、D， 我希望咧，無論我去緊一個咩地方，嗱，我未去住啊。即係我坐咗喺度，即係去唔到啦。個天唔肯收我。嗱，我要你哋幫我話諗下一個 chord 嘅。喂，你坐喺度幫我啦。咁細粒唔使壓兩張凳㗎啦。我啲太喎。咁得貴。好啦，我話我彈嘢，我中意睇咗 chord 先。我喜歡看東西很簡單，我以為這個世界很簡單，特別是女性，但是我是錯的。 Anyway， 所以我看東西呢很簡單，麻煩你彈個 Dm7 一下而已。我看到就是這麼多了。
呢個 D minor 7，我只係聽到，所以咧，我練習咧，我有一個好狹窄嘅情況之下咧，呢三粒音咧個改變曬我彈所有嘅嘢，麻煩你啦，俾個節奏我，九拍嗰啲咧，四拍啊，standard 啦。OK 啦，有個節奏。不需要有關係 D minor 兩個八之後應該是一個什麼關係任你們說 F diminution 誰教你彈好嗱，我跟著說這個 topic 是一個很重要的 topic 就是當你開始了怎樣過渡怎樣去 land我哋講嘢咧係 phrase by phrase 嘅，我哋要停，有個 pause 嘅。兩個八嘅 D minor， 我當然好難。佔咗兩個八嘅空間，只不過就 D F A， 佢嘅 root 咧 flat third fifth half diminished， 邊個教你呢個 ？OK， 麻煩你啦。兩個八，第三個八就轉咗 F diminished， F diminished。嗱，你留意個重點就係我點樣 land 一個 phrase。1 2 3先彈我就聽書話咧，我應該咧喺第一個 con 得唔得？全部喺第一拍，我都會 land 喺一個 quarto。其實重點就係階重點，每一個 quarto third 或者個 third， 或者個 third， 或者個 third， 或者個 seventh。我主要都睇第三度嘅啫，所以咧頭先咧 D minor 咧，嗱，今次你睇下 D minor 嘅 third 咧 F 一，最 solid 嘅一個聲，最穩陣，而 F diminished 咧好可惜，嗱，佢個粒咧係一個好怪嘅音，係一個 A flat 嚟嘅，所以咧我想俾你聽到個階通嘅 third， 嗱麻煩你兩個巴落 D minor， 嗱 1 2 3 4，你找不到一粒音靚得過呢個第三度，簡直就等於你女朋友咁靚，即係冇人靚得過佢。所以咧，喺我世界，無論我彈乜嘢咧，我睇緊咧就係每一個 chord 嘅第三度先 ，third。所以你話喂 C 喎 ，E 音嚟嘅啫喎，係啊，麻煩你啦 ，C major seven， 嗱 1 2 3 4，哇，好聽啊！例如我 target 緊粒E音，我可以有
有啲氣氛，有啲節奏，或者低過佢、高過佢嘅 chromatic passing tone、neighbor tone 攞麻煩你啦，仲係 Manolo 要緊 C major 先。嗱 ，1、2。如果你哋未開始咁樣睇一樣嘢嘅話，由個街通開始，有冇啲好淺嘅 jazz chord， 例如 John Step 咯、Donna Lee 咯嗰啲咧，少啲 chord 就309個 chord 一個八。好可能，唔係，好啦嗱，有冇啲歌你哋個個都識玩？如果係彈 jazz 吉他，我睇下啦。啊？我等你。Autumn Leaf 或者 Blue Bossa， 好啦嗱 ，Blue Bossa 咧 ，Blue Bossa 係 C minor， 佢 F minor，D minor 上個 flat fifth， 佢 G seven， 嗰幾個 chord， 我想你聽到個階通個重要性。換句話嚟講，每個 chord 我都知道第三度喺邊啦，第三度。好啦，師傅，老師啊，老師，麻煩你啦 ，Blue Bossa。嗱，我呢個唔係 solo 嚟，我呢個係街通嚟。1、2、3、4。solo 最緊要咧就係主題，音樂名叫 motif。乜嘢係主題咧？麻煩你 ，Anolo，
隨口噏三粒印尼文，亂 Q 咁噏。咁易 red， 咩方面？你噏緊 major key 嚟，是但啦。嗱嗱 red 方面啊，嗱，如果咧 C minor 咧就 E flat key 啦。嗱好聽噶，佢噏曬。乜嘢叫主題？可能我就用你嗰啲三粒音嚟發音去彈 blue bass。One two。準確扣到個階通，而準確扣到你下個八，所以你睇下 ，Anono 話，所以咧啱啱咁巧，佢粒咪咧就係咧 C minor 嘅 fifth， 但係佢會喐嘅喎 F minor， 所以咧，我要喺準確嘅時間咧，當佢轉 cut 嗰時咧，你轉 cut 嘅。不准 E flat minor， 再嚟多次，轉唔轉？佢有冇俾錢你？冇啊！我梗係唔轉啦。好啦，由頭啦。嗱 ，one two。錢你要彈 B 音，我冇啊！你睇下，你彈 C minor chord 得唔得？一個 major seven 好怪嘅，嗱你聽下，再彈 C minor。呢三粒音有啲人覺得唔好聽，但係只要你停一個階通度，呢個係一個 motif。咩係 motif 咧？你重複地運用多一次。有 blue bass 嚟啦 ，one two， 嗱 one，
係 B 嚟，而 C major seven 嘅階通係 E 嚟。所以當頭四個 chord 出現嘅時候，我淨係彈咗階通，即係個 chord 嘅 third， 聽一聽。1, 2, 3。 在任何一個情況之下，只要我利用到我的線條，即是我家人的裝飾，我明知我要去粒 C 音。 Jazz 最厲害是什麼呢？就是將錯的東西都搞回音。所以你看，相通行入去的，但是只要個時間準確，係 a four and one， four and one， 留意啲街通全部係 downbeat 嘅嚟咯 ，one two one。我然後至諗 scale， 所以喺我彈嘢，我唔理我彈緊乜嘢，就算我 back 緊咩嗰啲咩歌聲啊，嗰啲咩咩用咩嘢嗰啲嗰啲，我都係咁彈，我唔會理嘅。我睇住份譜，佢寫幾多我彈幾多嘅啫。要 solo 我都係照我嘅意思彈，咁所以節奏感啦、階通啦、motif 啦，就係所有 solo 第一步嘅關鍵，就是話隨便想，你記住練嘢咧。如果你拎住個 scale 咧，哇 ，G major， 當你入 key 嘅時間，我練 scale， 即刻死命。我可以四個鐘頭唔停，同一個速度，但係唔係音樂。但係反問，如果你有嘢進行，梗係隻歌嘅話，只要你有個 motif 啦。譬如我冇貼埋複雜啲嘅，每一次停低咧，你都會帶到你嘅聽眾咧去下一個規。咁久而久之，你熟咗之後咧，你開始個概念咧就係由一個 key center 去睇一隻歌，眯埋眼亂彈。已經去到我係逐個逐個歌睇，所以無論邊隻歌我都會睇曬啲 chord， 然後喺啲 chord 嘅點樣搏埋佢嘅，嚇嗱，我哋再彈多次 blue bossa， one two one。少少 harmony 啊，得唔得？
harmony 關於乜嘢嘅事？即係嗱，我哋唔好跳得太遠住，因為咧最慘佢冇黑板。其實咧嗱 ，harmony 即係 chord 啦。第一樣嘢咧，呢個世界咧，我練嘢咧，絕對唔會去到咧太遠嘅。所以我個世界咧，所有 chord 咧，唔係第五線 root 嘅咧，就係第六線 root 嘅。所以我個 C major seven係第五線 root 嚟咁講，第六線 root 嚟咁講。咁由於我得一個位，我喺呢個位度咧，我就會睇曬所有關於佢嘅度數啦，譬如 C 個 fifth 啦 ，the major seven 個 root 啦 ，the third 啦。由於咁樣樣咧，久而久之咧，我就好清晰睇到咧，哦，原來個 minor third 個 ninth。所有 chord 咧就由 seventh 一三五七嘅啫，一三七，所以我喺一個位咧，我就會揾曬咧啲 ninth、eleventh、thirteen， 所以每一個 chord 咧喺我彈伴奏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咧好多聲喺個 chord 裏邊，唔多嘅。呢個係 A minor seven， 個個都識讀嘅，第五格 ，Autumn leaf A minor seven， 好悶。所以既然 A minor seven， 佢一定有 A minor ninth、A minor six、A minor eleven。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你僅有那一個巴嗰個空間裏邊，點樣將一啲 extension 加落去？不過加咗落去之後，你要留意下一個巴係乜嘢，因為當你佢下一個 chord 咧係咪咁樣踏住？嗱，麻煩你啦，你最憎嗰只，我同你，你識唔識達成咁樣？我記得㗎啦。你跟邊個？試下咧，應該得嘅。OK， 好。合作運。1, 2, 4, 1。
離開你個 position， 咁你睇得唔清楚。直到你好熟好熟，你可以 extend 落去，成條病再學曬，因為我冇可能喺呢度去講曬就係話我點樣睇曬成條病。其實我睇唔到嘅，因為我肚腩阻住咗，我淨係望到我自己嘅肚腩，所以一個 A minor 成條病都有咧。所以 Joe Pass 嗰種 style 咧係呃你嘅啫，因為佢喺啲空間裏邊攝得好靚。你睇一個 251。他沒有轉過 chord 的，其實真的是 D minor G7， 只不過 D minor 第五四 root， 你看到 D minor D minor 9 D minor 11 D minor 13原來一個 D minor 咁樣，而 G7 咧，根本一個 C major scale， 但係只要你嘅節奏咁靚，所以咧練嘢咧。有節奏有方先係幫到你。數過之後，你見我所做嘅嘢。大部分呢個位置要做多啲嘅咧，個老細要俾多少少錢，我就會彈遠少少咯。即係啱啱啊？你跟邊個學㗎？我唔貪錢嘅真係。好啦，有冇問題？我簡單唔好問啦。講笑啦。呢個 chord 我最中意，我話俾你聽，我好憎有 chord。一有 chord 啦，你男朋友識唔識聽我哋講？可惜啊！anyway， 唔緊要。其實乜嘢 chord 我都中意嘅，我中意用嘅係 dominant seven， 即係 G7啦。其實咧，我中意佢係個聲，因為佢好似孭住啲好重嘅嘢。你嗱每一個 chord 咧有一個獨立嘅聲，譬如 minor， 你聽下 minor 啲好 romantic， 溝女必備嘅 chord 啊，你聽下，仲要加埋個死人表情。Major chord 咧，我唔知道發生咩事。總之過時過節啦，就一定 major chord。恭喜你，恭喜你嗰啲一定係。所以咧 ，dominant seven 係我最中意，你聽下。好辛苦孭住啲嘢，我好辛苦，因為我孭住頭家，所以呢個 chord 我特別有感情。所以對我嚟講，如果你問我咩 chord 我最中意，我最中意嘅 dominant seventh， 冇特別嘅原因，係佢好辛苦，可以承受好多嘢嘅 chord， 我覺得我可以承受好多嘢，即係當然我呃你嘅呢啲嘅就，所以我中意，其實冇關係嘅，個個 chord 都咁好聽，點樣用一個 chord 先係最重要。所以如果你第二個問題就是 progression 的關係，我真的答不到你，因為每一個 chord 看到一個 key， 一個 key 有七個 chord 用得完，真的。我們回到 C major 上，
C key 有 D minor， 有 E minor， 有 F major， 有 G 7。我唔好咁远，我老师净系帮我弹 C major 7，但系我喺适当嘅时间加个 D minor 7，仲 D minor 7 layer 上佢嘅 rhythm。C major 7，我一个咧 odd meter complex 两个八转一次啦。十五拍啦，八九啊嗰啲，唔係講笑啫。我就會在我的 partner 側邊是 layer 很多 harmonically 有關係的東西，即是我不會硬硬執一個 chord 是你不懂你那些，我很憎做這件事，我只是想做一件事是有關係是緊扣，所以他既然彈了 C key 的話，所以我所 substitute 或者 fill in 下去的全部在 C major scale 是而且是一個線條，即是我絕對不會執一個，就是你估我不到你覺得我不會用這些 chord， 而且 我很反感勾曬這件事，雖然我由頭到尾都勾所以 harmony 呢，記住呢，不可能在一個鐘頭裡面講曬，你練習一定要由第五線 root 或者第六線 root 的 foundation 到看，由這個 rhythm 開始數回所有剩下音一個 position 第六線，然後呢在一個固定的節奏度開始練怎樣去用這些聲，例如 A minor fifth 是頂，將個十一等在頂，將個第五度在頂。1982年咧，我喺洛杉磯，我唔係過去讀書，我幫 Michael Jackson 錄緊碟，我作咗隻歌當時。我再放一次，呢個 A minor， 呢個 A minor six， 呢個 A minor seven。小姐，我不知道怎麼稱呼，因為你知道我外地來的嘛，我不懂得說你怎麼說的，所以Dominant 7，你聽一下，他問我最喜歡哪個 chord， 我很喜歡這個 chord， 因為這個 chord 可以令你發達，每一個 chord 擁有四粒音， Dominant 7擁有這四粒音，這個 G7， 他擁有 root 啦， third 啦， fifth，如果你聰明一點，可能你已經想了
嗰個係你，但你要翻翻1965、1967、1966、唔知年幾啩？七幾 ？Pre-war 咪七幾㗎啦？哇！我都幾廿歲咯嗰陣時。處長，你係咪記錯咗？七幾啊？Phil Spector 1970，人哋用四粒音喺一個 quart tone 裏邊，冇意識嘅你睇，但係有咗節奏之後你睇，佢發咗達。所以如果你哋練 scale 嘅，我都希望你哋係有 groove 有節奏，一個 A minor major scale 我都希望你。所以我不夠力，所以我提起隻腳咧借力嘅。呢啲就係中咗風又唔好嘅地方，就係、是、你冇力嘅，你要借力。好啦，有冇其他問題咧？冇黑板好難寫出嚟解釋俾你聽。有冇啲咩淺啲嘅問題？邊個點你錯？師傅，他們沒問題，我們就走得了。打邊爐咯，打邊爐有個問題。Jazz 吉他咧，咁琴同piano 同吉他咧個好多時會，譬如好似好似咁樣啦。咁喺對 band 裏邊，吉他同時吉他同啊 piano 喺度嘅時候咧，咁你會點樣處理啊？即係玩 jazz 嘅時候。你真係想我特真的吹都得㗎，我吹一定會吹。我講緊真嘅先，我從來都唔需要鋼琴。哦，喺我最近中風之前嗰三年，我做曬鋼琴要做嘅嘢。我通常都因為咧，佢哋鋼琴嘅thinking好特別嘅，佢哋中意隨時 uplift。你啲提琴雞度啊，呢啲我香港識佢㗎呢個。他們喜歡 uplift 啲 minor chord 變咗 dominant chord 嘅。我同一個香港好出名嘅鋼琴手叫 Ted Low 啦，佢好中意咧，我嚟做嘢時佢成日阿 Tommy 你唔彈得唔得？我彈得好差咩？佢唔係啊，撞曬，因為佢中意將啲 minor chord 轉曬 dominant， 佢個氣氛好啲喎。咁所以我通常好怕同琴手做嘢嘅。喺我學嘅時候咧，佢就話。我哋啲 chord 咧，你睇四部 voice， 譬如13好厚噶，盡量彈少啲，135或者137。避咗個鋼琴。嗱，你仲記得 all the things you are 啲 chord 喎？你彈足曬啲 chord。我開始用翻啲好 simple 嘅 voice， 你 assume 一個鋼琴已經做緊 accompaniment， 伴奏緊一個人彈吹緊聲，仲有唱緊。好啦，嗱，首先 F minor 你睇下，我得一 flat 7/3 ，B flat 一，所以我覺得好辛苦。如果你要我同一個彈鋼琴，我有陣時要靠耳仔聽咧，避咗個 third degree of the chord。好啦，師傅，俾板啦，哥。
身考慮過，每一隻你將會有鋼琴佬同你一齊彈嘅歌咧，全部 simplify 曬啲 chord 嘅，除非你個鋼琴彈好少，留一個好大嘅空間俾你。如果唔係就好麻煩。我哋通常就啲彈琴，彈琴霸道啲，啊唔係講你啊。寡知嗰陣時冇曬 backing 啦，做嘢跟住我哋俾人炒友啊，真係。所以我通常避㗎，交曬俾啲琴佬做。所以我彈 feeling 嘅啫。翻翻嚟 all the things you are， 我真係嗱，當佢係 full chord 啦，阿老細你啦。extension 啦，乜都會的，視乎我有幾熟嗰只歌。淺啲啦，三個 chord， 四個八 ，D minor seven， G seven， 去 C major seven 兩個八，即係一個八 D minor seven， 一個八 G seven， 咁個個成。嗱，你睇下，我個 D minor seven 只不過係一七三 voice， 一七三 voice， 一七三 voice， 我真係做好啦。阿鋼琴師傅 ，A one two。節奏是最重要的，沒有節奏什麼都做不到，我走路都走不到，我走路有節奏，我走那些步伐叫 moonwalk， 被人偷了的了，只是示範給你看，我走你的 moonwalk。 好了，有沒有其他問題？其實我們應該說不完，其實時間差不多，一個問題而已，各位有沒有把握機會？對了，對了，有沒有感情上的問題？或者科技上的問題，有沒有教徒這裡？沒人認的，你什麼教啊？天主教。Okay。 我們沒有衝突的。沒有。麻煩你了。如果說 Chord Substitution 會不會遠了一點？很遠。Chord substitution 呢，是你要在你的歌裏面，你是 replace 了某些 chord， 其實今時今日叫做 reharmonization。 即是 substitution 呢，你講到那麼 traditional 呢，就是有條路會跟的，即是說呢，譬如你在一個 key 裏面，譬如一 chord， 你可以用什麼 chord 來收，原來它硬性規定了就是三 chord 或者六 chord， 但是到你用其他 chord 去塞它的時候，我們已經叫做 reharmonization。 還是說表面上的 substitution 有些什麼 substitution， 譬如 tritone、tritone substitution 例如對我來說只是用五分音而已，五分音、tritone 呢，其實呢是一個 flat fifth 的距離，譬如 G 音，一二三四五就是 D 音。Tritone 咧一個 flat fifth。Jimmy Hendrix。
sub 啦，其實咧明明係一個 G chord， 佢唔要佢，將個 G7 變咗個 D flat 7，就係一個 flat 5距離。嗱，你聽下，嗱 D minor 7 G7 翻 C 啦 ，one two three。出現咗喺五翻一，例如 G7 翻 C major 7個過程裏面，唔要個 G7， 數一個 flat fifth， 即 chromatic 咁樣落嘅喎。flat fifth 唔使 chromatic 啦，你睇下，如果 G 一二三即係 do re mi fa sol si flat， 咪 flat five 咯，數五度啫嘛，一二三四五即係 do re mi fa sol si。flat 音，佢係 G7， 所以 replace 佢係 D flat 7。你聽下我感覺，本來隻歌好平淡地，而家變咗，個線條同埋佢 uplift 咗嘅氣氛，所以係好 foundation 嘅 substitution 嚟。一學就已經學呢、這個，快十四。其他好多嘢咧係一啲 reharmonize 係幾複雜嘅嘢，冇可能喺短短一兩分鐘裏面解釋到。你一定要知道好多關於 chord 上高嘅嘢先 ，which is 我都唔知道。我哋冇乜講 chord， 我哋冇乜講 chord。係咯，唔需要講 cut 咁多肥咁，我哋一嚟到後派啊，嗰啲機關槍嚟嘅咯。咁我哋時間都差唔多。我時間仲好多。今日呢個時間就差唔多啫。同埋好多謝大家嘅出席啦。咁我好多謝我師傅。咁啊，好多謝今日基金會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咧留低咧，繼續可以大家傾下偈啊，大家交流下咁樣嘅。咁一件好重要嘅事，我哋影個相先。咁大家參與我哋都一齊出嚟影張相啦，唔使怕醜嘅，好嘛？我冇怕醜啊！老爺請坐，老爺。咁我哋嚟影張相啦，大家。我企到嘅，不過我睇我高啊，我住曬。